好，今日滑板车路线推介，我就带咗呢部 Grabber One NL 205 Deluxe 过嚟踩。我哋嚟到东涌嘅欣澳站 A 出口出到嚟，首先我哋过咗对面嘅马路，过咗马路之后，我会转左手边一直行，一路踩，我哋会见到靓靓嘅海景。同埋旁边离我哋非常之近嘅铁路路轨，一路踩过嚟咧，就会到达呢条鹿颈村啦。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沿住呢条小路向前行。希望大家玩完之后带走自己嘅垃圾，跟住我哋继续向前。嚟紧嘅路段有少少上斜。提提大家踩滑板车嘅时候，时常要留意路面情况。如果遇到呢啲大坑，要马上避开。踩到呢个坑一定会扑街。踩硬胎嘅朋友，遇到湿滑路面要小心，减慢速度。如果唔系，好易跣胎失去平衡。去到呢个位置，大家要小心。慢慢 break 住落，我哋会途经水务署欣澳嘅海水抽水站，嚟到呢个位置，我哋向左手边踩过去，跟住我哋会落斜路，好多电影呢都会嚟到呢个位置拍摄。上翻去咧，就会到达长东路，可以一路踩翻去东涌。滑板车路线咧，到呢度就完结啦。我就唔建议大家用滑板车踩去东涌，因为滑板车踩出马路比较危险。而家我就沿路去翻欣澳站离开。多谢大家收睇，再见。